如何解决用大白嗓唱歌的问题？用喉咙唱歌，我没有说谎，我何必说谎？很白、很干、很涩，有没有啊？如何来解决掉用大白嗓唱歌这个问题呢？那我们要知道，光用口腔是不够的呀，声音必须要有气息的支撑。那气息在哪儿呢？在我们的腰腹支撑这一块儿，它支撑住了，你的气才不会那么快速的、毫无节制的漏出去。那我们如何来练呢？吸好气，这里会鼓起来。再用你的肋骨来做一个保持，所以你可以用手这么推着，保持住之后呢，我们来发一个一字音，让这个状态是持续保持住的。然后呢，再用这个一呢放到歌唱当中，发声的位置不要上上下下，保持不变。再来唱，我没有说谎，我何必说谎？你懂我的，我对你从来就不会假装。这样的话，声音就非常游刃有余，而且很好听了。这条视频和练习一定要记得下载保存起来，每天最少练5到10分钟才会有效果。